老大，我简单，我以这个股市为题的哈，稍微讲一下，可以用这个总结很多问题，其实是跟这个有关哈。那这几天这个，股市下跌很厉害哈。那当然有一部分，当然也有其他国际股市哈有下跌，但是我们台湾呢，反映一个事实，第一个就是说，好像利多的消息，股市不会反映啊，利空我们不但反映，而且过度反应，这样到出了什么问题啊？其实我们行政院相关部门在大家都在检讨，那么其实外资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股市，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股市是整个我们自己本土企业也好，散户也好，没有信心，外资并没有离开。那这股市下跌其实有两个大的部分，一个部分是非经济因素，那一个是经济因素。那非经济因素的部分呢，刚才李市长提到了，当然包括像禽流感的不安，两岸政策，还有再来政局的稳定，这三个是有很大关系。没想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非常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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